啊！别怕，别怕！你为什么要大猪大耍大圈圈？我个代志袂当收煞，你破坏我所谓计划。你不要再胡言啦！我本来想讲会当替淡薄仔钱啊，现在如果这两无路用，竟然去互发现。你嘛家代志，都送回落去啦。我知影是我唔对啦，我原本就是贪心。 我原本良真讲，伊煞放伊乖乖付钱，现在啊，你若遮巧，今日就安尼啊！啊，即马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我后悔嘛无路用啊！即马应该安怎做啊？当然是甲代志当落来啊！到时阵哦，在大家面头前，绝对不准讲出我的名。放心啦，这个代志本来跟你无关系啊，我袂去拖累你啦。也够有，你阿金昏迷的意外。 要够有，可比叶志成因公司产品的代志，嘛就紧就要变空啊！到时阵哦，若查到你这来，你嘛全部打了。啥？哎，这代志都是你爸阿你做事的呢，先来按我打，要打嘛是你家打。你当然打啦，跟我一过来就。你是要好强的，你关心呐？放心啦，我会请上好的律师，帮你拍官司啊。 没用的啦，这我做袂到啦。就算我原本坐啊，我若是承认这代志都是我做的，我绝对会去甲家人好出来，我嘛该有当作不我家关系，我会失去所有一切。你无想要安尼是不是？当然嘛无想，这我的牺牲上过大。好啊，那呢，互你敬。<笑>看你家己啦，爱失去所有一切。 还是无命，我不想要死啊！你看，这选择真简单嘛。放心啊，我袂让你什么拢无啦。只要你照我话去做，我会让你一日。而且。 你若提出你的演技，无论如何，就算讲即马夜家赶你出去，总有一天嘛是原谅你的啦。好了，我听你的啦。要唔过，你要我替你担，你莫替我办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就是袂当让叶志成伊妈妈佫醒过来。 伊这样巧，就算讲我无报你的名，你嘛赶快走袂去。迄毋是你早就应该解决的代志吗？啊，我就较憨慢嘛，我无你这么厉害啊。规定，咱即摆已经坐共一只船啊，我替你担，你莫替我办代志。好，如姐。伊的背包是V606特等VIP 房。